华大桥能够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完工通车，同时我们在上任之后碰到第一次台风，发现有将近40-50座桥梁，老旧桥梁必须要赶快翻修，否则呢安全堪虞。到今嘛47座桥梁都会在今年2月之前全部完工，我看到了非常感到欣慰。我请问各位乡亲是多，大家是不是感觉真欢喜哦？在这里，我要肯定我们交通部以及交通部公路总局，这一座桥梁过去本来规划全部47座桥要6年才完工。我们把它压缩再压缩，像这样子不到只有差不多1年5个月就把这一座1188公尺的桥造成，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。我既然有了这个记录，毛部长以后都要这样，哈利哈姆，这表示你们做得到，表示你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决心就可以做得到。好，这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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